是武汉正式解封的第一天，今天天气还是蛮好的，但小区楼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上班的话，大家基本上还是选择待在家里面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我觉得应该4月8号是接种，我应该觉得是安全的。但是一点，即便是你要再往后把个时间是拖长一点，他那个无症状感染你也看不出来，就是对那个疫情呢，就是产生了一种就像是一种恐惧了，心理恐惧作用。它不是决定于是那个病情的模样，是在于你个每个人的那种是思想意识，对的吧？你看我每天我也是出来忙搞忙的，是这那个我就不是怕，但我必须要把防护工作是做好，忙搞的是这那个。因为很多说什么现在不说什么无症状感染者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肯定要等彻底没有了才不放心嘛。哪怕说一天只有一例，都会有担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还给我们来说有一点安全感。要是希望撤掉了，我们巴不得他还是撤掉，撤掉就证明我们那个武汉市就战胜了病毒，晓得吗？就证明我们把那个病毒已经把它撤下去了，我们赢了。安全一点，有个隔栏嘛，就是离大家就是说远一点嘛。为什么我们不到对面那门口卖的？我们就是看着这个有围栏。有围栏卖的话，我们有一点安全措施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啊！哎呦，解封了，有些人他还不是不出来，一样的不出来，他就是怕万一有个什么那个病情，要是也。比方说还是有点不安全了，是吧？在家里挺安全的，不出门就好了。